什么关系都没有。好啦，共鸣效应就是说，其实如果你的身边有一个让你很有安全感的人，就会很想睡。大家有过这种经验吗？你看，比如说小 baby 在爸妈的怀抱里面，应该都会很有安全感，对不对？那这时候小 baby 和爸妈就会有共鸣效应。然后大学生的话，可能就跟微积分课本会有共鸣效应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。
谢谢共鸣效应，我看起来大家都还没睡着，太好了。